有几多人用完手提电脑之后，只会由佢进入睡眠模式，冚埋就算，唔直接关机呢？根据 Digital Trends 嘅报道 ，Best Buy 嘅电脑维修部门员工就认为，如果每日都会频繁咁使用电脑，就可以一直保持开机。但如果一日只系会用到一至两个钟，就熄机比较好，因为一日里面经常开关嘅话，对硬碟嘅负担会比较大，特别系机龄大嘅旧电脑。而 Intel 中国就曾经喺微博上面分享，如果预计之后12个钟以上唔用电脑嘅话，就建议完全熄机，因为一直保持睡眠模式，电脑嘅记忆体就唔会断电重置，导致电脑速度变慢。